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史莱猫，欢迎收看实况野球2021中信兄弟季赛模式。今天的先发投手是吕彦青，对上火腿斗士的河野，我们就开始比赛吧。今天是中信跟火腿系列战的第二战，也是本季的第五次交手。我们来到了札幌巨蛋，今天是做客啊。ファイターズの先発は左の川野、ブラザーズの先発は右投手河野。この両投手の投げ合いです。さあ、もう左投手だ。讲错了。好、来看一下变化球吧。左の川野、これが七回目の登板。どういった立ち上がりを見せるか。まずは一回の表。防御率7.25啊，好惨啊！有慢速需求、卡特球、变速球，球速148。第一棒是王威成，就拉回来，哇，被接杀，被大田泰士接杀出局。他捐到二棒陈文杰，内角的曲球，卡特球啊，出棒太慢了。二垒方向滚地球传上一垒，再来打击轮到许阿翔，哇，造好球啊！这球变速球，打在墙上。大王，你的处理太慢了，我要上三垒了。三垒安打、这个变速球压得很低啊，但是还是被扫成了打在墙上的三垒安打。打球轮到张志豪，这球咬中啊，王柏荣追球。张志豪，还有一分打点的二垒安打。再来打击轮到很火烫的许基宏，偏高啊！一球拉回来，被中外手王柏荣锁定接杀出局，形成三人出局。中信兄弟在这一局先持得点。好，兄弟的第一轮选秀啊，吕彦青第一指名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嘞？先来练头吧。需求，变速球，滑球，后面的第一棒是五十番亮太，皮球是好球，146。哇，被岳振华 nice play 啊！跳起来，帅气啊！打球轮到二棒的近藤健介，这球拉回来，一垒手接到，抛给捕位的投手，两人出局。打球轮到三棒的西川遥辉，外角的好球。再一颗啊！投球はこれから三球目。这颗比较偏差了。投げました。打った。飛びつく。ライナーだ。哇，阿坤没扑到啊，手比较短一点，可惜啊。轮到大田泰士。
被阿坤接杀啦、啊、好，魔术数字剩下93了 M93 大局轮到詹子贤，二垒方向传向一垒，再来是姜昆宇，这颗变速啊，变速球，哇，不要被一垒手接杀，在界外区啊，轮到捕手高宇杰，好，这球偏高的直球掌握到了，林飞安打两出局，站上了一垒。轮到九棒的岳东华，本季有3发全垒打。这球要中啊，但是直接朝着王伯荣的手套飞去。这一局没有掉分。那局轮到渡边亮。就拉回来形成界外，二垒方向，岳东华接到传向一垒，轮到我们的伯龙大王，哦呦，投手正面传向一垒，两出局啊，还没介绍完王伯龙耶，好啦，算了，鹤冈。哇！打到投手，岳东华接到传向一垒，一颗新反弹啊！投手没受伤就好了。那继续轮回到第二轮的第一棒王威成。三垒方向传上一垒，一出局，好快啊！轮到文杰，这球偏高偏外侧，外角，连续3坏球耶。好，连续4坏球啊，保送轮到徐阿翔，首先先做一个牵制，再来一个牵制，外角卡特球被我掌握到了，再会啦，遥远的祝福，140公尺啊，本季第48轰，2分炮啊，他怎么这么爱投这个外角然后偏高的卡特球啊，外角偏高卡特球反向打击啊，我的徐阿翔可是有金特能广角炮的啊，然后打击轮到张志豪，中间方向传于安达，黄伯龙将这球回传，打击轮到最近很火烫的许基宏，这球是偏低的坏球，就有点挤压到，所以被左外手掌握住了，好者回到了一垒，轮到詹子贤的打击，打跑战术，这样的话张志豪要上到三垒了，来看一下重播好了，这球打得非常扎实啊，其实二垒手扑下去差一点拦到啊，王伯龙这球传得不错耶，轮到阿坤，第一球是坏球，拐进来，然后一好两坏，
一好三坏，这就拉回来，拉回来，会是在界外，可惜。哦，咬中了，而且詹子贤先起跑，因为是两好三坏，两出局的情况下，所以要连扣三个垒包回来了，五分五比零。では改めてリプレイをご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下面跑得好卖力啊！先ほどヒットを放っている。再来轮到捕手高宇杰。第9球投げました。初球に外角卡特球。第2球投げました。内角的变速球是一颗坏球。第3球を投げた。打ちました。哇，挤压到了。二垒方向滚地球传向一垒，轻轻松松三人出局，终于三人出局啊！这一局得了四分。リードを5点としています。三回の裏、五点を追いかけます。ファイターズの攻撃。吕彦青获得了队友的火力支援，现在轻松投球啊，五比零。进入到三局下半，守卫打者是中岛卓也。这球是外角滑球，进了好球带，两好球没有坏球。哇，居然忍住了，来个内角的变速啊！可惜是个坏球啊。三垒方向平飞球被截杀了，轮到谷内亮太。这个滑球非常的刁钻啊！追い込んで投げました。バッターの足元投げました。哇，这个是坏球啊！150啊，本场最快的球速。这个变速球，打者完全愣住啊！第9球投げました。見送ってストライク。一球目ストライク。哇，这个意识到了啦，内野安打，人家走力也是哎，五比零，这球咬中，可惜啊，找到中外野手许阿翔，这样就三人出局了。打击排行榜啊，许阿翔、江坤宇、王威成，全垒打是许阿翔，再是高国辉啊。好，轮到九棒的岳登华。就送他下去吧。这球咬中，咬中。大王手太浅了啦，不要小看我的打者啊。二垒安打。打击轮到王威成，今天好像没有安打。外角卡特球是个坏球。虚前守备啊！有推进效果。这球虚前，虚前必穿越啊！六比零。这时候决定要换投手了，换上左投手。来看一下火力商，火力商的变化球是滑球加一个变速球，球速148。偏高的滑球。哇，快啊！或者拐进来了，好球！然后两坏。哇，我在干嘛？乱来啦！好了好了，许阿翔上到一垒，挥空。许阿翔盗垒成功。哇，这个滑球太滑了啦！
太扯了啦。6対0、ブラザーズ、さらに1点を追加しています。打球到西川遥辉。先頭バッターは西川。インロー、外れてボール。投げました。スライダー決まってストライク。第3球を投げた。これは引っ掛けた。要起来没接到。形成界外球。投げた。这个滑球挥棒落空，轮到大田泰士，内角直球进了好球带，野速球挥棒，二垒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两出局轮到渡边亮，今天吕彦青的状况很好耶。哇，这球有点尴尬，跳起来是接不到啊。那就轮到王柏龙，熟悉的梦花火响起来了，踢球变速球，看着他进到好球带。哇，徐阿翔跑得够快，将这球接杀出局。吕彦青投了四局啊，只被打三支安打，没有掉分。打局轮到许基宏，这球挤压到，被游击手直接接杀。打局轮到詹子贤，拉回来，三垒手接到传向一垒啊，两出局了。轮到阿坤。这个滑球要想办法对付啊！一样是三垒方向，传上一垒，三上三下，没有掉分。ブラザーズ結局この回三人で攻撃が終わっています。五回の表が終わって六対零です。五回の裏。打球轮到鹤冈胜也。一球直球挥棒落空。滑球还是挥棒落空。哎，传是啥？一垒方向滚地球，传给补位的投手刺杀出局。轮到中岛佐野的打击，第八棒游击手，这球偏内侧啊，是一个失投球。好，形成反方向的界外球。内角滑球，围城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两人出局。轮到谷内亮太。OK， 游击上空，小飞球被接杀出局。打进到高宇杰。这球没有打得很扎实啊，但是落地形成安打。等到岳东华，这球也是没有打得很扎实啊，还是落地形成安打。一垒有人，轮到王威神啊，今天没有安打的表现。偏内侧的滑球，偏低的滑球，球速148。好，一咬三坏了，拉回来有推进的效果啊。等到文杰，这球变速球咬中啊，打在墙上，将会带有两分打点，8-0。打击轮到徐阿翔，首先回头做个牵制，
可恶啊！第2球投げた。偏高的滑球。第3球は。怎么样啦？就是要打你这个滑球啦！我就是爽。本季第49轰，两分炮，终于抓到他的滑球了，有够难打的啦！好像开鲁格了，是不是啊？10-0。防御率暴涨到14.2啊！啊，是投球，可是没打好耶。游击手中岛佐野将这球接杀出局，把球扔到许基宏。今天没安打。真的很怕左投手耶。好，两坏球。这球拉回来，布阵布阵，还是来得及啊。六局又得了4分。打击轮到50番亮太，场上投手还是吕彦青。小飞球被游击手江坤宇接杀出局。轮到近藤健介，先来一个外角的滑球。哇，好险哦！哇，怎么那么会打啊？真的很会打击。好，近藤上垒了，轮到西川遥辉。这球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张志豪接到之后传上一垒，轮到大田泰士。拉回来三垒方向，传上一垒。吕彦青现在投得很好耶，可以帮我省牛棚啊！啊，全照詹子贤今天3-1，投手还是哭啊！这个变速球推向了中外野 ，lead off double。轮到阿坤，摆方向，是一支安打。我要冲二垒了。轮到宇杰，今天有两支安打。啊，太早了。哇，这好球啊！轮到东华的打击。好，是王柏龙啊！得分不算吗？得分不算吗？哇！哇，得分不算！太小看王柏龙了啦！柏龙大王，一成56打击率。二垒方向，平飞球被二垒手岳东华接杀。等到捕手鹤冈顺也。中外方向穿越安打。等到八棒的中岛卓，耶、yeah ！哇，又是中外野。之后换上代打野村佑希。这球有点危险啊！
初球ストライクから第2球打ちました。いい当たり、打球はセンターへ、ヒット、センターバックホーム、二塁ランナー、わー、破蛋了。ようやく1点を返しました。今日は安打を放っています。バッター磯畑、第9投げました。防御率 1.35。又来啊，连续安打耶。轮到近藤啊。加油加油。哇哦。哎呦，危险危险，好险好险！继续掉两分啊，吕彦青。还行啊，可以续投八局吧。不要气馁啊！换投手西村天玉。哪局轮到王威成啊？还是没安打耶？最近状况不好啊。直杀球，快速直杀球啊，然后曲球跟卡特球，球速153。有了吧，有了吧！哇，今天五支零啊！啊，局轮到文杰，中间方向穿越安打。轮到徐阿翔，偏低的坏球，哇，好险，好险没有双杀。哇，被牵制出局了。8回の表が終わって10対2、ブラザーズ現在8点をリードしています。好，打球到西川遥辉，李元清续投。投げました。ストライク。まずは決めてきました。投げました。2球目。挥空。これで追い込みました。投げました。低めボール。没打好，游击方向小飞球被接杀。啊，局中到大田太士，今天没有安打。游击方向滚地球，传向一垒。两出局轮到渡边亮。好，被游击手接杀，是一个平飞球。終了しまして10対2です。さあ、いよいよ最終回、先頭バッター超。好，想要换代打。曾颂恩。ピンチヒッターはそう。第9決まってストライク。まずは見送りました。第2球投げた。アウトコース低め。加油啊！第3球を投げた。哇，打高了。センターフライ、飛距離は出ていません。センター掴みました。下一棒一样是在打。左バッターボックス。徐志勇今天打不好啊。换一下哦，换宋承瑞好了。代打は宋、ブラザーズ代打構成に出ます。第9投げた。打ちました。三遊間のゴロ。野村ボールを取る。サードから一塁送球。おや。差一点点。好，轮到詹子贤。二垒方向，你要滚，你要滚。九局上半还是没得分。
一垒手给苏伟达好了。然后潘志峰上来守三垒。さあここは守備を変えてくるようです。9回の裏、これからファイター。次轮到王柏龙。この回の先頭バッターは。ストレートはストライク。まずは決めてきました。投げた。打った。哇，柏龙安打了。ライト前のヒットになります。我还要继续投吗？ナイスバッティングです。等到鹤冈胜也。累了啊。投げました。インコース低め。スライダーは外れたボール。第2球、一塁ランナー出た。打ちました。ヒットエンドラン。哎呦！第三球を投げました。打ちました。ピッチャー返し。哇！打到投手啊！今拾ったピッチャーから一塁送球。太衰了吧！さあバッテリーここは踏ん張りどころ。好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好，换上小哲也好了。ブラザーズピッチャーを交代します。ルイ降板。嘿、hey. 第9第2球投げました。2球で回扣タイミング合いません。第3球を投げました。アウトローを見送ってストライク。次は4球目投げました。わあ差一点。次は5球目打った。わ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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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知道不要偷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野村佑希啊！国比林威助还不会调度啊！五十番亮太。这样优质先发都没了，哦，哭啊！好啦，再见接杀。MVP 会是谁啊？这样就不会是吕彦青了吧？一成血压响了，今天双响炮啊！好，今天10-4啊，吕彦青的第一胜，可是没有优质先发，防御还爆炸了，可恶啊！柳田优起200轰哎，五月九日，高国麟复原了。好，下一场是系列战最终战啊，德保拉挂帅先发。对上羊头奥林，我们就下次再玩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史莱猫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